5月7日，周杰伦在个人社交网站晒出妻子昆凌健身的视频。视频中，昆凌穿着黑色运动服，正在进行锻炼，好身材也是一览无余。周董撒娇发问：“你就不能放松一下吗？”网友模仿昆凌说：“那不然像你一样喝奶茶吗？”还有网友问周杰伦：“请问你看到老婆在锻炼有什么感想？”5月5日，昆凌在个人社交网站上晒出一张照片，并拍文写道：“任何人都需要粉红色的工人吗？组装弹跳垫这么费劲。”照片中，昆凌扎马尾辫，头戴粉色帽，身穿一件粉色短袖 T 恤，眼前刚组装好一个可爱的粉色弹跳垫，看来是给儿子小小周用来玩的。而昆凌身边的助理也身穿粉色 T 恤，两人简直是情侣装，有些辣眼。难道就不怕老公周杰伦吃醋吗？果然，评论里周杰伦写道：“我也觉得这衣服不知哪里怪怪的。”带了一个若有所思的表情，虽有玩笑之意，看起来也是醋意十足。看来远在外地开演唱会的周杰伦是多么想念老婆，感情也是真好，这种秀恩爱真是让人羡慕。